NBA 总决赛都穿什么鞋？我是球可以打的赛，鞋一定要穿最帅的到场。今天就来盘一盘哪些球鞋站上了世界篮球最高舞台。首先，总决赛我最关注的球星，那必须得是欧文。在 ESPN 和虎扑的总决赛支持率调研中，独行侠碾压了凯尔特人，欧文的影响力一览无余。而总决赛他上脚的就是安踏的欧文一代，这双鞋完全由欧文主导设计，可以说是我目前拥有的欧文球鞋中欧文元素最多、闻味最浓的一款。而里面最吸引我的就是他体现的欧文与家人的亲情羁绊。在母亲的影响下，欧文呢到苏族认祖归宗，化身了小山变得成熟。而在父亲的影响下，他爱上篮球，最终成为了我们热爱的凯里欧文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给我的女儿买这双欧文一代黑武士少年版。我也希望和他建立欧文与他父亲那样的亦师亦友的关系。比起说教，我相信言传身教会更有效。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，我和女儿穿着同一款篮球鞋在球场上挥洒汗水，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。我这双欧文一代呢也陪我打了很多的比赛。和很多娇贵的签名鞋不同的是，这双鞋的鞋面强度非常优秀，鞋底的抓地力和耐磨也非常棒。你可以看到我这双是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磨损，但是我在外场已经打了很多次了，鞋楦的宽容度也非常高，我这双大宽脚啊就穿得很舒服。少年版的黑武士和成人版采用了相同的基础设计，但是做了更适合儿童的改动，中底前掌氮科技加上后跟的 A Flash Stitch， 这个配置非常的稳定，再加上稳定型的鞋垫和中足的尼龙板设计，让孩子穿着体验呢更加舒适。而且这款配色真正的纹密已经看出来了，是在致敬12年的面具侠欧文，他在面部受伤时依然表现超神，而这双鞋也象征着欧文这种强大的精神内核。这也是我选择他作为我女儿六一节礼物的原因之一，让孩子在榜样的引导下成长为更好的自己。站在欧文对面的是他曾经的两位小老弟杰伦塔图姆，尽管欧文离开了凯尔特人，但他们依然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，特别是杰伦布朗，二人在 NBA 工会工作中惺惺相惜。在欧文被网暴时，杰伦更是重拳出击，全明星赛上他一度上脚欧文一代。今天我猛然发现杰伦布朗在训练时穿上了一双全新的，鞋面也采用了全包设计的战靴，这会是他的签名鞋吗？兄弟们可以来猜测一波。说到塔图姆，不得不提他风格差异特别大的两代签名鞋，一代结构夸张，但是保护性穿着体验不佳，二代上脚之后也不是很舒服啊。这双鞋呢开始很板，鞋面不够贴合，包裹不是太好，不过我可能是唯一穿它打了20场比赛以上的啊。这双鞋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，我觉得它有三个亮点是值得肯定的。首先，保护性非常出色，鞋面支撑性好，中底稳定性棒，季后赛已经数次在危险中保护了塔图姆。其次，这个 PG 系列同款气垫脚感还不错，耐用性要比 PG4 强很多。最后，配色真的很丰富，上脚的颜值也非常不错。打内场吧，这个鞋抓地还算 OK， 但是打外场这个没有橡胶覆盖的部分，这耐磨就有点差了。最近塔图姆3也是曝光了，兄弟们，你觉得和前两代比，这双鞋怎么样呢？要说今年总决赛 MVP 最有力的竞争者，那必须是东契奇了。凭着和詹姆斯一般全能的表现，他和欧文把这支独行侠强行带进了总决赛。虽然大部分的比赛呢，他还是上脚卢卡一代，但是我相信啊，总决赛三代会有更多的曝光。这双最新签名鞋，从颜值上我会给他一个很高的分数，风格上从二代的复古回到了一代的这种科技感造型，线条也更加凌厉，科技配置上依然是 Formula 23和 Cushion 3.0 没有采用气垫，但从鞋面材质来看，它在稳定性上会超出一二代的表现。你觉得东契奇穿它能得到总决赛 MVP 吗？除了东子，总决赛上还有一位欧洲球员波尔津吉斯，刚刚伤愈复出的他到底能不能在总决赛保持状态，这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。作为一个伤病史能单独出书的球员啊，此外波尔津吉斯还尝试了稳定性更好的 BYW Select， 这双鞋的前掌特别宽，稳定性特别好，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特别板脚，而且重心稍微更高一些， KT9 是它的一个很好的平替。
凯尔特人外线两个大闸，霍勒迪喜欢轻质化的球鞋，你可以看到他经常穿 Sabrina 一代和 GT Cut 三，而怀特从上赛季开始就钟情于詹姆斯二世。这里可以看出球员对鞋的需求和普通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有些 UP 包括我对詹姆斯二世都是深恶痛绝，但不可否认他澎湃的脚感得到了很多力量出色球员的偏爱。这里啊，我们回忆一下上一轮独行侠输掉的唯一比赛，莱弗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他是我心中毫无疑问的最佳新秀球员，而他频繁上脚的科比八代也印证了我之前这个观点啊，就是球员并不根据在场上打的位置去选择球鞋，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偏好去选择。作为季后赛最好的护框中锋之一，他有着极快的速度和夸张的弹跳，轻的篮球鞋确实很适合他。作为独行侠另一位暴跳护框神将，加福德今天也是穿上了凯衣加入了欧文军团。最后要说说小牛对付双探花的主力武器华盛顿和琼斯，他们是独行侠锋线的两位悍将，在面对森林狼的比赛中呢，起到了关键作用，积极的拼抢限制了刚刚超神的爱德华兹，进攻端用精准的无球三分为东欧拉开空间。总决赛琼斯换上了狂潮5 Pro， 狂潮5 Pro 这双鞋证明了安踏是可以造出非常牛逼的旗舰篮球鞋的，而通过这轮系列赛，我相信琼斯一定能证明自己不仅会扣篮，而且是一名非常强力的主力球员。 OK， 今天的总决赛球鞋你更喜欢哪一双呢？别忘了给我们一个三连，鼓励我们继续创作。